真的很喜欢他哦。我好像越来越在意一个人，好像真的有点喜欢上他了。和赵宇玩得开心吗？有些人呢，你想喜欢，喜欢不了；有些人呢，你想反抗，又反抗不了。好像不管几岁都遇到这种问题。钟楼爱人，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蔚婷，请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支持钟楼爱人哦。